六点半的那个房机，今天小掉一线，没有风，因为现在白天天气很好，所以它这个热辐射冷却效应，所以晚上温度会降得非常快。那也就是因为降得很快，所以才来试试看角度会不会比较好。选自己喜欢的吊臂，又多了一个位置。铺得蛮舒适，感谢你铺好位置给我住啊。这里现在雨其实蛮活跃的，因为溶氧量比较高，但是因为温度低了，所以就要看鱼群。是如果说无过雨活性下降的话，应该鲤鱼跟鲫鱼比较容易钓到，因为现在湖面有雾，水表面很低温，那水底下会比较温度会比较高一点。鲫鱼，有很低的声音，很肥啊！所以我很喜欢这个时候来钓。其实不是说喜欢钓啊，是时间的关系。第一条是鲫鱼。
上掉到立刻掉到工种不同。漂亮吗？哦，回家了。外面有穿红色的衣服，正在绑捆，要来收线。自己吃我是觉得无所谓，要不要拿去卖？
它只有使用冬眠。活性很好，你看。
大军来袭，小调出门，啊，很多那个都是盲文，你知道吗？超小心的，啊，有人在那边钓，小钓一个小时啊，天气不错，阳光很延续，不过都是阿福，来看看吧，等冷一点再来看看应该更好。那我们下回再见了，拜拜。